是神，就是要互相体谅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会更安详。让我们同爱发芽，愿心早就去了吗？已经问完了吧？是什么一号二号？哎，菲菲就你一个，别无分号。我还想再做几个过瘾的梦。别做梦，快点来吧。哎，李老师，我先想到一件事情，还想马上去做，我们改期好不好？还有什么事比你的工作更重要呢？有啊。听说这件事情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人生的话呢，你觉得重不重要？这个改签好好啦。好吧，那我们改天吧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再见。
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为我。